找一点萌女可以找一点漂亮嘛，就觉得反正女生要多爱自己一点啊。对，如果我到了年纪很大再萌女，就觉得好像美丽不够及时的感觉。我在网络上有观察过他的就是评语，然后还有观察过他的就是他的每一次的每一个经历，然后我发现他是一个非常经验非常足够的医生。像我观察他在高雄，他的可能他的就是整形的资历可能也快要30年了，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可以信赖他的。而且曹医师的态度让我个人觉得非常亲切有安全感，所以我觉得我选他应该是没有错的。像我做的是筋膜下，我个人觉得是非常的柔软，但是在我的朋友可能做过肌肉下，可能它的触感对我来说可能没有那么理想。可是如果像我是做筋膜下的乳晕，所以我觉得它好得非常的快，在我的看法是这样的，就是每一个人有所不同啦，但是我就是还蛮推荐的。我要漂亮要及时，趁年轻保养漂亮，不要等到年纪大的时候。